今天就来教大家来解锁九连环。那么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九连环，没解锁之前的样子。九个环跟中间的这一个手柄是套在一起的。那么我们的任务呢，就是说要把这九个环和这一个柄分开。在解九连环之前，首先你要先知道第一个和第二个是整个九连环的一个关键所在，也就是说，你要解后面所有的环，那么你先要把第一、第二个解开，它才能解后面的。那第一、第二个怎么解开呢？我们先来看中间这一个柄，这里是有空的，而这一个呢，我们称之为通道。这两个环可以直接从这通道里边把它拿起来，从通道里边穿过去，那么这两个环就解开了。那要解第三个环怎么办呢？解第三个环的话，我就要把第二个环装进去，把第一个环拿出来，从中间这个通道拿出来，然后再把第三个环从中间这个通道放下去。要再把，然后接着再用同样的方法啊，从中间这个通道穿进来，回来第一个，然后第二个再穿过来，那么前三个环也就解掉了。那我们要解第四个环怎么办呢？也就是说，你前面必须要有第三个环，第四个环才能解掉。那么我们就要先把第三个环装进去，也就是把前两个环同时穿进去，然后第三个环就能装进去了。那这时候第二个环解掉，第四个环掉下，那么你再用同样的方法啊，把第三个环解掉。那也就是说，现在四个环，前四个环就解。此时此刻，我们的前七个环就已经解掉了，还剩两个环套着。那么这剩下这两个环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解掉第九个环。第九个环它就下来了。从这里开始，我们要从后面第九个环、第八个环、第七个环依次往前把它解开。那现在我就是要解第八个环的话，那么我前面就只能留下第七个环。所以的话呢，我要把现在先要把第七个环装上去。也还是用到我们前面两个的。现在整个环就解掉了，就是把它拆成这个样子啊。它这个九个环跟这个游戏柄就解开了。那么我们这一个九连环呢，就完成了。